家好，今天要为大家开箱的是大阪巨蛋。那如果你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不需要帮我的频道点击按赞开启小铃铛，但是杰米的 IG 需要你的追踪。你还没追踪吗？小心杰米的娃娃会诅咒上厕所没有卫生纸哦。这边有那个他的那个发票所，发票所的部分才能兑换到我的票券。那我票券呢？今天呢，其实是去外野。那外野有一个餐厅叫做 Star Diner， 哦 ，Star Diner 一个自助吧。那我们现在就出发吧。今天这场比赛就以软体银行3-2的一个客场胜利做一个收尾。那希望欧力士蒙牛礼拜五不要太努力，我想要看到滚波龙有好的表现。